我练得怎么样？我后辈这些人都是北少林武功的传人，咱们去看看他们练得怎么样。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下，女大侠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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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练的这个功夫叫什么？青龙剑，你练的多长时间？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开始。七八岁很哇，很年轻就开始练。那时候只是练练基本功小嘛，从前十几年吧，开始学练兵器。我看看你的剑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哎。 咱们比一下，谁比谁厉害啊？厉害，厉害！你比谁厉害？我不行，我死了，我不行。好，那谁教你这个功夫？我的这些功夫都是从小我父亲教我的。你父亲教你？啊，是。哦，是吗？你父亲是？真正的幕后高手出场了，商宝良今年61岁。 现存北少林武功掌门人谈起北少林武功的流传，他可是如数家珍。从我们的祖上，他和这个蹒跚北少林寺经理，禅师学了以后，到由商氏之这代算起，到我这代是第六代。第六代，清朝咸丰年间，北少林武僧锦鲤将北少林武功传授给商家祖先商氏之，商氏之先后在北京、天津蓟县等多处收徒传艺。北少林寺在抗战中毁于战火，而北少林武功却在商家流传下来，直到今天，商家还保留着一件神秘的物品。 什么？这个是北少林拳谱，这个拳谱啊，是清朝这个咸丰十一年的时候，商氏之手抄本。哇，这个里边呢都是这个各种拳术啊、器械啊、套路啊，这所谓拳谱。北少林武功一共有40多种套路。 所用器械有长枪、大刀、单刀、三节鞭等。2004年，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来到商家，正式承认北少林武功与嵩山少林寺同出一源，并收商宝良之子商年辉为徒，授法号释延按。如今，北少林武功传人遍布蓟县。 哇，我实在比不了这些人。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些小孩，我们去看看他们练的怎么样。3、2、1，练！你学了多长时间？我学了有一年多了。啊，你觉得你能打赢我吗？当然能打赢，非常有信心。 很好，很好。今天我正是大展知识，大饱眼福啊！哎，我听说北少林寺是准备重修啊，真是好消息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寺里学一身功夫。